他对你的网怎么样？笑死！哎，好困啊，都不行。嗨。Hello，Hello，嗨，好困啊，真的是好困，嗨嗨，今天星期天，还好。困呢，真的困，早上7点就醒了，昨晚3点才睡，才睡了4个小时，然后在今天在飞机上，虽然靠的那个什么那个里程换了一个前面的一点位置，就是比较宽敞一点的，但是还是觉得很不舒服，还觉得不舒服，今天睡得不舒服。没有，我上次是哪一个公司航哪个航班公司啊？就是升了一个舱，就是那种经济上面的一点那种，就睡得会舒服，又比较宽敞那种舱，那个地方睡得很舒服。但这次这个其实感觉跟经济舱没啥区别。是啊，没睡好，不舒服今天，没睡得很舒服。刚才点了吃的，那可能要1个小时才送到，好久啊，一会聊上吃，和你们聊完外卖一到，我就看看情况，写个看看比赛，昨天的比赛，写个作业，是啊。可能这个地方比较偏吧，我也不清楚，应该是比较偏。又点了，我真的是每次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上次在哪儿啊？是在，哦，是在深圳是吧？也是点了那个火锅冒菜，我刚也是点了火锅冒菜，就不知道吃什么，就看到一下就想尝试，真的是到哪都想吃了。对，微辣，点了微辣，我上点了微辣，真的一点辣味都没有。这次吃微辣，不是，我对火锅有执念，我本来想和吴雨霏出去吃火锅的，然后吴雨霏说她想休息。我跟你们讲，吴雨霏这个人她很奇怪，她现在在跟那种。就是那种成长，就是成长，就是那种成长年轻人哈，都会喜欢触碰到的东西，就冒险的东西，他很奇怪，他现在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现在已经在往，主要是他现在很思想。已经渐渐的在往成年大人身上靠了，然后他，你知道他是怎么靠的吗？就是，不是最近很流行一部片子吗？那种甜，那就那你们说的那个电竞片嘛，就那个电竞片，他把这片子，这种在我们看来吧，懂吧？在我们看来不是电竞片。在我这种年纪，在这种我经不是经历，在我这种看了很多那种吧，毕竟年纪在这儿，阅历在这儿的人看来，这种就是很普通的，你知道吧？很普通的小甜剧那种感觉的。吴雨霏，你知道她称这种片叫什么吗？她称这种叫
有颜色的篇章吗？他昨天就看他发朋友圈说，天哪，这篇是有颜色的篇吧？我啊，我说这不就是个小甜篇吗？对吧？小甜剧嘛，对吧？他说这难道不够吗？我说有啥呀？我有那么奇怪的剧？我看的在抖音上看那些小片段也觉得还好吧，也不会说就不会吧？我觉得这种类型剧应该也不会这种吧？不是，他不是粉色，他是另外一种颜色，是 N3 的颜色。他称这种片是小 N3 颜色片，懂吗？我当时我，他说真的，哎，他说什么？他昨天一直在说一句口头禅是啥来着？他说，看得我要，变成尼姑。哦，他看的哦，他看哦哦哦，记起来了，他昨天一直在讲，他看着看着都想出家了，哦，对。对。他看着看着想出家了，我们不是这个句话在我们看来不是说，都是我们看着看就想什么山嘛，然后他看着看着想出家了，我觉得这句话有点雷同，对，传下去，原来吴雨霏背地是这样的人，传下去，原来吴雨霏其实他，想出家。是，吴雨霏其实。其实是，不是不是一个对世俗没有欲望的人，传下去，吴雨霏不愧是 N3 的队长，传下去，原来吴雨霏私下喜欢干这样的事情。别传了，我回来发现我牙刷没带。他这里应该会有牙刷吧？没有在家送，吃完下去再拿嘛。我明明记着的，然后真呵呵。正常，今天早上刷牙可能就忘了。对，带头作用有，我很妥妥的带上了，带狠狠的带上了 N3 的颜色。笑死！不要乱带，不要乱带我们。真的是，你知道，真的是看他看剧，就真的很像看，就是跟大家磕啊，卡了，就是看剧，真的看的小朋友看剧那种感觉还挺可爱的，不，传下去，这是洪静文是个和尚，传下去，洪静文是个和尚，传下去，其实洪静文的小妹妹啊，那100多个小妹妹，全是假的。在干啥？传下去，我以为要出厕所消息，我我觉得这个游戏，我们那天在后台玩，后台控台后台的，我不想讲了，我脑子就冒出一个很危险的一句。一个传下去的想法，造游戏从 N3 开始流行，笑死我了。这个灯就是这么昏暗的吗？我这里面没有灯吗？啊。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发现这种酒店都是越可能越高档，这个氛围气就是氛围灯做的就越细节，就是一点都不亮，就是特别昏暗。哦，你好聪明啊！
对，我们那个在那儿的那个，在就是床头那些灯也特别暗，然后我现在又是找的那种阳台，就又是在那个对窗口，对，我觉得越高档的酒店可能就越讲究氛围灯，不需要氛围感，我只需要灯，我只需要可以让你们看得清楚我的一个灯，我内心有草原，为什么？这好像在骂人，怎么我内心有草原一万只什么什么在奔腾而过？不要骂人，你们在骂人，哎，我们是讲礼貌，我是讲文明，懂礼貌的小朋友，不去，今晚不去，哪都不去，晚上要去还练舞呢，今晚上还要激情跳舞呢，虽然我个人觉得都可以在房间里跳了，我也觉得我可能真的太累了，累到我现在有点不受控制。我现在大脑思路活跃程度，就是他已经不受我限制到了，他已经是脱缰野马在奔腾了。我跟你们讲，这次的舞蹈还有歌曲和歌词真的不错，我真的好喜欢。我跟你说，这2年的优质的歌我真的都好喜欢，真的好开心，好喜欢，感觉每年优质的歌真的都不错，非常不错。今年的这次我看跟去年的话，去年是怎样的一个主题呢？去年是讲了自己啊，不对，不是讲自己，反正跟去年主题不太一样，但是也是很喜欢的一个主题。去年不是，它是以高考落榜这个形式去来表现这首歌的吧？但其实这首歌真的很像那个曾经。我也想一了百了的感觉差不多，就是一种挣扎、迷茫，这种一种感觉。他只是靠我们，就是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也只能用类似于像校园的一个考试失败啊这种去演绎，也不能那个啥。要是个人拍的话，可能会拍那种。其实这次的剧情我们也还不知道，但是这次舞蹈带有剧情，很不错。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把整个会不会出一个舞蹈版？因为去年的话，去年是真的也是编了一支舞从头编到尾嘛，但是最后 MV 上面没有拍到，就是只拍了副歌。其实副歌两段是不一样的，对，副歌两段，第一段主歌的副歌和第二段主歌副歌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最后在 MV 里以及在总决舞台上只跳那一段，就很可惜。然后今年的话呢，不知道会不会出个舞蹈版，应该我希望有个舞蹈版，真的很不错。以及，就像今年总选就是哦，去年明年能跳完整版，跳不了的话也没关系，反正有舞蹈版就好了，真的。是啊，我们老师都，然后都是老师的心血。走向我不知道，我们不是说这次剧情还没有说是什么吗？这次的舞蹈里面就是有和剧情相关的，就是有表达这首歌的一些编排在里边。今年 vlog 嘛。应该会有吧，拍了一点，看能拍多少剪多少吧。你去年是拍了的，去年是拍了的，啥？今天的话，其实我会更喜欢这首歌吧，和舞蹈，剧情其实还不清楚，我觉得剧情应该是，我觉得十有八九离不开一些东西，就是其实差不多。就感觉剧情这个要不大家就看不懂，就是要不连接不上，就是感觉 MV 能拍的东西其实还是蛮少的，
对啊，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就像拍《怦然心动》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就给我们大致说了一下，到结果我发出来发现，就是完整版出来了，我自己都看不懂在干啥，这就是一个看起来是有剧情的。有剧情的宣传片吧，对，我觉得要是你说要是围绕这个去拍，其实也可以拍出一些有意义的剧情，有意义的 MV 啊，就是剧情可以上，可以在，看不懂，我真的看不懂，我看到后面我就真的迷茫了，我一开始是带着我对这个。剧情的理解去看了这个 MV，就发现这个哎，前面我看得懂，后面是啥玩意儿？上面啥？到底想干嘛？这个就是想说用了这个洗发水就可以很少，一点头皮屑都没有，藏得非常好。人就是用人相当于头皮屑藏得非常好，不让任何人找到一丝痕迹。这个意思吗？就特别，我就是去油吧，去油小清新，小清新就是我们的美少女，对吧？有小清新就是美少女，然后呢，他们在玩捉迷藏，就说明头皮屑被清理的一成不变啊，不是一丝啊，不对，一点都没有，对，干干净净，找都找不到。我们没有什么人设，哪有什么人设啊？我们就是一群躲跟他玩捉迷藏的人，没有什么。对啊，最后的那个镜头，我也不知道在干什么意思。他到底是又黑化了吗？那可是和这个洗发水有什么关系呢？对吧？去 总结，这是一个有故事的洗发水。一般人用不到，不是用不到，一般人，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在剧里就是还就是我们是要帮冉冉前辈过生日的他的朋友，然后呢那天我们都跟他玩捉迷藏，他找不到我们，但其实我们就是等到晚上，哎你们就是他不是有一个最后倒数，我也不知道在哪一个片段有一个就是我们围绕在他那里。鼓掌嘛，那里其实是我们那时候突然跳出来跟他生日快乐，嘿嘿嘿，然后那里说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然后那个镜头就这样子，然后就是360度这样转，然后转我们的脸，生日快乐。但是呢，冉冉前辈看着我们说生日快乐，说着说着他就晕倒了，虽然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晕倒，然后那镜头会拍就显得特别诡异，就好像是我们是那群就是那种怪人一样，那里嘿嘿。然后笑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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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大家笑得招枝花展，然后就晕倒，然后他就醒了，我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了，就反正那个就是我拍的最后一个镜头，我就杀青你知道这里多离谱吗？了，这里还有体重秤呢。正常啊，不正常，这是我第一个遇到的酒店里面有体重秤的。他好像真的是没见过世面，不是酒店里面有体重秤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有情什么？我觉得就还是有的呀。但是之前都没有过呀。我怎么说呢？他以后会越来看的，对，以后他会看的越来越好的，对对，以后，越来越好的酒对，店。你有天也会住在一个有阳台、下面有游泳池的酒店里的。哇。然后那酒店里什么东西都是，就是哎，怎么说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哎，我就是见多了，觉得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谢谢，凡尔赛精神。你总有一天会见到打开落地窗的那一瞬间，你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是拍水多单的时候。对，阳光也不是不耻。也是吧，也会打开。你或者是在你拉开窗帘那一瞬间，你看到了蓝蓝的蓝天，阳光特别好，空气特别清新。
笑笑死！你们也开始传了，你们也开始传了。嗯哼，哼，行，传下去，吴雨霏明年就要开学做的。今年还蛮期待，今年主要是今年的一个拍摄行程还没出来，还蛮期待这次拍摄的。然后说我们昨天还前天还说拍完之后去看一下兵马俑。但他们说其实没啥好看的，他因为好像说没有全部的挖掘出来，就是还是只能看，只能远远的看一下。谢谢，谢谢大美女的生日蛋糕。怎么？你要祝我生日快乐，然后我就晕倒，然后我就黑化。对，他们说，而且很远，我就想说算了。我觉得其实我想说有之后如果有机会还可以看一下，谢谢荧光，谢谢荧光宝。有机会想来看看什么的，但呢，好像算了吧。我想说，然后他们说等我们有生之，等，希望我们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完整的，到时候就有机会去可以去逛逛。不知道，他们那天说了一下。我不然的话，我就可能真的就去了。而且现在好像是因为什么，全运会还是啥的嘛。今天在机场是看到了，是什么第14届什么的那个，什么全运会啥的，对吧？好像很多景点都关，就是不怎么。哎呀，我肚子叫了，宇飞，我饿了，我饿了，对，好像全部景点都关掉了，谢谢奶茶，真的好饿，太丢人了，现场肚子咕噜咕噜叫，真的饿了，我还是坐着呢，真的饿了，真的饿了，我肚子，我跟你说，我肚子真的就是，我吃过一晚上特别饿的时候。我真的那天晚上我一点都没睡着，我肚子一直在咕噜咕噜叫，一直想到我早上起来，真的。这啥？你们不要夸我可爱，夸我肚子可爱。他跟我一样，超赞。哇哦！谢谢葡萄，谢谢葡萄，带上，谢谢。真的，我肚子，他一叫就是。大分贝的，所以有时候我就跟你们说，每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被饿醒，就真的是非常饿，就饿醒。好热呀！我上一回，哎呀，发现了，它又要开始叫，按住它，该吃饭。我知道，外卖不是还没到吗？你就叫，不准叫了，你叫了也没东西吃。他叫完右边叫左边，像他讲话似的，是不是？你们肚子不会叫，笑死！没有，主要是不想吃，我等等等再吃。不是我，是他的手机响，不是我的手机响，我手机响了。我想饿。我现在要跟他抗争，让他不要讲话。那他就是没有可以送上门的吗？我按住他不让他讲话，就是你们不知道，就是如果饿的时候，还有个办法，不饿吗？就是攥紧你的，就是皮带。他就不会那么饿了，就是原理相同嘛，你就一直按住他，他就不会饿了。我再按住他，我叫他不要再叫了，我让他无法发出声音。外卖还没到呢，还有
应该还需要十几分钟。好，谢谢啊。啥呀？哇，我的外卖到了。你等等嘛，我的还没到呢，你点的啥呀？还可以送上门。你点的啥呀？粥啊。你点的好快，我的还没到，气死了。真是，我小朋友才吃粥，我吃的就是火锅冒菜，大人吃火锅冒菜，小朋友吃粥，不吃不吃不吃，嗯哼，没有。要吃就吃，不一样的，传下去。洪俊文其实最讨厌小朋友了，传下去。洪俊文叫粉，洪俊文叫洪俊文粉丝小朋友，其实就是因为讨厌他们，传下去。你们闭嘴，你们没有我会传，无需。他怎么上来了？这么快？来了来了。传下去，其实洪俊文粉丝最不喜欢洪俊文，就喜欢欺负洪俊文。传下去，洪俊文连洪俊文粉丝都吃。粉丝真的是人均富婆，哈喽哈喽，这是，真的是造谣空瓶一张嘴。肥友一边看一边加餐呢，太好笑了，啊！噔噔噔噔噔噔！你们最近在看啥剧啊？你们不会最近也在看《双镜》什么的吧？《双镜》他们是不是？不会吧，不会吧，不会真以为洪俊文小白脸？满月之下几相爱，好像就是老剧吧。哦，扫黑风好像听说过。啊！吹灯。我看了一下，我看过了一点，我看了一些片段，有些剧。哎呦，别叫了，你叫了也没有东西吃，你别叫了，你吵死我了，你还给我 BGM 是吧？别吵。啊。你要喝点粥吗？不，我快到了。嘿。小朋友才吃粥。啊。真的，我觉得双镜还好，我现在。哎，主要是我，我现在看，哦，主要是我现在看完那个了，好烦啊！我看完那个，我在他家挺好的，只能说就笑死，吴宇、张瑞恩还有闹闹两个人传下去，他们两个其实我的侧手消息都是他们两个传出去的。
没有啊，我就是很喜欢自言自语的一个人。我平时我之前跟你们讲过，晾衣服的时候，我都会跟我的衣服还是衣架讲话。我说来来来来，上去挂好，真乖，来下一件到你啦，要穿好衣服哟，然后再这样挂上去，不错，你就在他旁边待着吧，我就这样讲话。我都那么自言自语，我真是自己可以，不是，我是自己可以自嗨的人，懂吧？我就可以嗨起来的。然后呢，我昨天也是收拾房间也是的，就是那个箱子吧，有个箱子真的很大，就是会太重了，它就会可能就会破掉嘛。然后我就很担心，我每收拾完一个箱子，我都会自己扔扔，看自己扔不扔得动。如果扔得动，说明还好，没有那么重，对吧？然后我就像自己就像个秤金那种什么秤金，就是那种秤金那种杆子一样，我就拿自己的那种力气来比量那个箱子的承受能力。然后我一放个东西进去，我就会拦一下，说可以可以，你能承受得住，下一件放进去。不行，哥，那太重了，不行，你承受不了，拿出来了。然后我就这样子的。然后张润就说我在干嘛？我张润就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在自言自语，我平时经常会这样子，自己跟自己说话，自己跟自己嗨起来。对，我昨天是在和箱子对话。谢谢花儿。啊，是吗？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这样的话不会惊悚啊，就是有时候更是一个人的时候，就要更让这个环境变得嘈杂一点，就不要太安静，不要太安静就不会太吓人。像他还好，就是最后一个箱子可能有点危险。我虽然已经又把很多东西拿出来，然后放在我的行李箱里，但是还是发现它还是有点危险，可能要注意一下它的安全。对，可能是我说着说着，就有人真的回了我一句，那才比较吓人。我就说你，哎，不行，你承受不住的，我给你拿出来。然后说不行，我说我承受得住，放进来吧，那才比较吓人。对啊，家电智能语音是吧？我盖宝，什么人工智您的人工智能添新语音，笑死。那个啥，那是真的，那个是真实存在的吗？就那个东西，就一个热水壶，一天到晚跟你讲话，像天猫精灵似的。以前的，我以为是新的，真的有这个热水壶呢。活见久，只要你活得久，再古老的东西你都看得到。我的外卖怎么还没到？我真的好饿，好饿。那跟天猫精灵吵架，那才不过瘾。呜嘘，还叫，吵死。上，我都没听说过这个东西，我真以为有这个东西。我是谁？一说我和吴雨霏。吴雨霏本来有秒前天、昨天还前天问我有没有事，我说我有。真的，要是可能，要是吴雨霏和别人住的话，我可能就跟有秒住了。我原来带牙刷了耶！啊，你真我还以为我没棒！哇，祝你生日快太聪明了。乐。
真聪明，我也是，真棒，家小朋友真棒，还会自己带牙刷过来耶，这有毛病，真的不错。但是能看小甜剧的时候呢，一定要冷静一点，它不是有颜色的剧。哼，应该到了吧，我的吃的，都还没给我打电话，好想吃东西哟，好想吃的。是，我的鼓励真的就偏向于这种比较小朋友的鼓励方式，你们让我去做一些那种什么讲一些鼓励的话，然后我就开始愣，我说鼓励啥呢？我就开始翻，我就开始拿出我的最喜欢的那几句台词给大家念。真的，我发现我真的就几年下来了，那个台词，不是我，就是那个电影台词，是我一直都放，就是我朋友圈的，就是那个背景，一直是那个，我每次看到他都会想起这个，就是给我，就是一直在激励我的东西吧。然后还有我的手机屏保也是一直没换，两三年了，好像两年了，最多至少两年了吧，我都没换过那个，以前我总觉得，就以前我都不知道该自己该用什么样的屏保，我一开始换了自己的，我觉得真看自己怪瘆人的，然后我就换了一个那种蓝天白云啊，那种一开始有换过其他美女，但是我总觉得奇奇怪怪，在手机里放其他的女孩子好奇怪，然后我就换了一个没人的，我就不换，换了一个没人的，对啊，自己看自己真挺奇怪的。就感觉自己暗恋自己的感觉太奇怪了，我是正经人，虽然我也觉得自己不错，但是吧，也不用那么明目张胆的地步了。哎呦，他又在叫，气死我！外卖，你快点来呀！他真的很饿啊。好，换掉我干啥？我妈也拿我做屏保呢，我妈很喜欢哪张照片来着？我妈妈很喜欢那个，有一次就是她好像也是好几好好对好好久没换那个屏那个手机屏幕了，我每次回家都可以看到那个手机屏幕，就是在有一次我去嘉兴路看公演，然后戴了白色鸭舌帽黄色那件衣服的那个屏保，她一直没换。还有他还喜欢，有一次我在新就是在心愿树下唱歌的一个返图，我妈老也是用我来做那个，我哪知道是190，你问我时间，怎么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妈喜欢那组图，我觉得还好吧。啥时候吃的才到？我把我肚子问一下。对，就那有一次去看了公演。但有也可能是我妈懒得换，我也不知道。哒哒哒哒哒。我真的好想再去一下杭州，想去杭州拍照。杭州，因为感觉现在好像上海去好像也不太安全，就去上海的话，主要是那个行程码上就会有显示。因为我约的那个拍照，它有两个地方可以拍，一个是在杭州可以拍，一个可以在上海可以拍。感觉去上海太麻烦了，可能下次找个机会去杭州拍。然后拍，然后再拍，拍上再拍一组其他的，
我找又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很好的一个杭州拍摄的地方，好期待拍东西，拍一组不一样的。嗯，杭州还好吧，上海就好像像上海什么还是不行，还是会有点点危险。嗯，外卖怎么还没有到啊？我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西湿地那不是个景区。不是啊，我今天来西安的时候看到，就是出关就是出那个下飞机的时候看到一个，如果上海市什么什么一大堆，对对对，等地区的就要什么主动申报啥的，我也不知道现在那边现在上海是不是还是一个算是中风险地区的一个地方。不清楚，就感觉杭州会好一，杭州的话可能会没有，就是在那个行程卡上可能就还好，不然我真的是，唉，主要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回家，真的是经历了一个大乌龙，是啊，但是我。本来今天去看牙的，看牙的教授，只要你出了广东省，就一定要核酸才能去。然后今天我本来以为是今天，我明天出发的嘛，我说去昨天做了核酸，今天应该也可以，就是就会有了。但没想到今天出发了，唉，真的那天晚上我真的不会忘记。天，还好，我现在已经没感无感了，无感了，能让我顺利的把工作完成就好。对呀，嗨，没办法，我在那个高德地图上打那几个字，它就显示的浦东新区。我能怎么办？就怪啥？怪他在高德上面的名字不太一样。我哪知道呢？我那天我真的特别累，刚下飞机，但是又开始查行程码，哎呦，我觉得太烦了。我又打开高德，其实我真的有一瞬间犹豫要不要在口袋里问你们，但是算了，自己查吧，自力更生啊！我查了一下，好家伙，我把自己查进去了。我就说为啥说了之后他表情严肃，我咋了？哎呀，我本来就不知道他依靠谁，就是依靠其他人的人嘛。我比较，因为我是坚信的，靠人不如靠己，有些事情还是自己去做的比较好。我也不清楚，还好了，也不是全百科。有时候我问你们，你们给到我的答案，还不如我自己去查，浪费时间。没有说你们不好的意思，我是觉得自己去查会更快一点。就是有时候真的查出来，就是问了一下，跟没问似的。这我当然知道啦，那是看你们说。没有，不是我真的还是比较习惯靠自己吧。可是问了浪费时间，就是浪费时间，还不如自己去查。我看我自己查了知道答案，我问你们还要再看你们在说什么。懒得懒得，我主要是不是主要是我。我不太真的，我一直都不太喜欢那个一些奶茶，我不怎么，我真的是自己能做的事情就会自己去做的人，和你们没关系，对，没说你们不好的意思，我只是比较独立吧，
是是是，你们不要的，不是因为我真的就是一个很闲嘛，我就很讨厌，不是我自己就很讨厌那种，就是怕麻烦的人，真的。我觉得自己能做的事情就不要麻烦别人，主要是这一点。是啊。无需，我不是有些东西啊，可以可以，有些我，但是有些东西的确也会问一下你们，是是讨厌讨厌讨厌，对对对，讨厌你们，行行行，你们说啥是啥，爱说啥说啥。真话你不知道吗？啊，为什么要去自己去欺骗自己呢？这样很好玩是吧？这样会很开心是吗？喂，你们这样不觉得在自欺欺人很痛苦吗？啊，开心点，开心点去面对真情实意不好吗？为什么要去欺骗自己呢？为什么要去说服自己说洪俊文讨厌你们呢？你们不觉得这样会很痛苦吗？谢谢奶茶。啊，你们都是。小孩子脾气，好吧，不要那个，他们都是大人了，好不好？都是大人了，咱们理智一点，不要耍那种小孩子脾气。是啊，因为我是个很理智的人啊，对吧？咱们要分清楚情况，讲道理是一回事儿，谢谢礼物是另外一回事儿，好好讲话第三回事儿，对不对？谢谢奶茶。就不能随随便便的就一股劲的只被一件事情给带走，好吧，不要哎，咱们忙着呢，对吧？不要老是被一件事情困住，人生没有了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可以去做，不要总觉得没有这件事情就不行了，路有那么多条。千千万万那条路线，奶茶，咱们不走不通这一条路，怎么可以走另外一条路？对不对？同理可知，懂吧？同理可知，咱们要学会脑筋急转弯。哎，我觉得我吃的真的要到了，我不行了，我要去等外卖了。谢谢切，谢谢切爹爹，谢谢儿，谢谢我的儿，你们也快去吃饭吧，这个点5点半了，应该也快可以吃饭了，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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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